帮 B B 小朋友改名本身已经是难题，但如果是特别姓氏，更加是难上加难。有内地姓魏的新手爸爸在网上发文，指近日为了帮个仔改名而感到烦恼，于是向网民求救。网民见到魏的姓氏之后，纷纷议论，有不少人笑言叫魏人、魏王、魏大利等，亦都有网民认真献名，提议叫魏书晴，寓意小朋友将来可以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，获得其他网民大赞好名。太有才了。